今年呢、啊，就是有个目标，就希望可以写台语歌，然后就是也顺利的写出来了，觉得人生没有太大的遗憾。有一首台语歌就觉得很心安，这首歌叫做《拍谁啦》。这首歌是在写，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阶段一直没有往前走，好像每天都过着大家看到这样子的生活，但是大家在我眼前却一直在改变。可能下次，原本单身，后来带了伴来，然后就结婚，然后带了小孩来，然后带了家族什么什么，对，就是大家都各自在朝着自己的新的人生阶段，但是屁雅好像一直在做一样的事情，所以就写这首歌，一半也是对自己的。给他抱歉很奇怪，我也觉得蛮开心的、啊。对，就是对身边，对我有其他期待的人们感到有点抱歉，可能没有让大家看到想象中屁雅应该会变成什么样子。但我觉得我现在这样蛮开心的。Thank you.
心疼。